昨天沙溢在社交媒体晒蔡徐坤站姐拍的图，并发文问站姐想过自己的感受没有。只见图中的蔡徐坤清爽帅气，而背后的沙溢闭着眼睛表情诡异。此文一出，引起网友们一片笑声。前有蔡徐坤单方面断绝父子关系，撕沙子爹名牌。今天开始我跟他断绝父子关系。我跟他已经断绝父子关系后有沙子爹在蔡徐坤站姐图里强势出镜，不必过于担心，我们的父子情依旧坚不可摧。